你们谁要是再敢说安以甜一句坏话，你就让他滚出去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别说闲话了，都是同学嘛。安以甜，你别介意啊，女人在一起就是事得多。姐姐，我可什么都没说，你别瞪我啊。安以飞，人别做得太过分，小心遭报。你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别说这些了，我们换点别的说吧。我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，班里有同学要结婚了吗？可能是我最先结婚吧，下个月27号是我和北辰的婚礼，大家都要来哦。恭喜恭喜！哎，安以飞，恭喜恭喜！谢谢。安以飞，你嫁的可真好，让人羡慕。宝贝们怎么在陆北辰家？安秘书，我邀请你的三个宝贝到家里玩，请你在见同学的空余时间来看望一下我们。好的，陆总，你帮我看着三个孩子，我这边结束马上就去找你们。安以甜，陆北辰这个人是不是不太好相处啊？你做他的秘书一定不好过吧？是啊，他可不好相处，就像个暴君。真的假的？展开说说看，他是不是冷冰冰的，像座冰山，还是动不动就骂人，看谁都不顺眼，经常把你骂得狗血淋头。骂人？他好像不怎么骂人。对呀、啊，他每天都板着那个臭脸，每天都冷个脸，就像别人欠他几十万似的。虽然真的欠他十几万，不管了，就是要发泄发泄。他还巨抠门小气，还想压榨我的工资，直接给我砍一大半。资本家就是没血的，砍一大半。他还是不是人啊？可不嘛，他还想让我24小时随时带他，去哪儿都要向他报备。他就是个控制狂。